请问一下，你们是来看那个韩国瑜？对啊。你们是支持他的？对啊。我们民调支持蔡英文。啊。民调支持蔡英文，那投票怎么知道？投票投给韩国瑜的。啊，有这种事，民调支持蔡英文，但投票投给韩国瑜。对啊。快分离啊！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因为你不给民，他民调不高的话，他可能会一直黑啊，什么坏事都做出来啊。哦，所以是。我们很怕那个。绿色恐怖啊！哦。